今日天使与勇士队系列赛第二战，大谷终于不再被禁援，连续六场敲安。今日大谷第二棒指定打击，第一打席就抓到勇士队先发投手 Strider 三振。大谷这颗挥空的外角变速球，也让 Strider 成为本季第一位投出243振的球员。大谷第二打席还是抓到 Strider 三振，连两打席挥棒落空。第三打席，大谷良平认真了，来到 Strider 的98.1迈式缝线速球，敲出内野安打上垒。接下来还成功倒上二垒，达成本季第13道。但你懂得，天使队最会流传垒。第四打席，大谷则击出滚地球出局，这颗球还差一点砸到大谷脸上。最后，勇士队也在阿西亚与 Harris 开轰下，帮助球队以5-1战胜天使队。成功拿回一胜，大谷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太多禁援而影响手感，打击率略降至3.04%，还是他其实在装弱，让对手降低戒心就不会再被禁援了呢？但我有预感，离40轰不远了。